农业金融业务全国第一的上山农会，再去伫经销部隆重举行一年一度的农民节表扬大会。上山农会理事长是真感念农民的辛苦，甲对农会业务的协助甲推广，期望伫农会甲农民的充分合作之下，创造双赢的局面。各项农特产品丰富、信用部业务健全的上山农会，再去举办农民节表扬大会。算在农民是拢真踊跃来参与，各界表达祝贺以外，嘛感念农民的辛苦，并且期待农民继续支持农会各项业务，让农会业务愈来愈好。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啊！哈啊，拢特有的，这是真无简单。尤其咱即卖的农民啊，收入啊。在咱山西，会使讲提高有真多。啊，咱呢，总干事嘛真认真，甲咱在农民的福利啊，争取了真好。今仔山西乡农会吼，伫只办理咱农民节吼。啊，因为要感恩阮遮乡亲士大吼，啊，大家拢遮尔拍拼，啊来顾咱这块土地，啊，互咱山西的农民，遮农作物吼，安尼拢会当顾甲足好个吼，啊，遮稻米啊，啊，拢会当阮农会遮来收购，啊嘛，互农会增加一寡收入，啊，遮肥料啦，啥物拢伫咱农会遮买吼，啊嘛，互农会遮安尼，大家拢有一点仔通甲因帮忙，啊，甲因运销，啊嘛，阮嘛加减收一点仔费用，啊，佮有遮种番薯个吼，来做咱个。黄金番薯，和咱的遮产品吼，会当安尼行销全省、全世界吼，啊嘛感谢因的辛苦啊，今日来给因做一个表扬。结合在地农特产品甲企业，积极投入各项加工产品研发。山西乡的品质虽然是全国上势，但是伫农会用心的辅导之下，各方面的业务嘛拢摆伫头前，嘛创造提高农民甲地方收益的局面。新中华新闻张代进、何美采访报道。